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岩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。那经过一周的等待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那本期视频当中呢，我们会为你介绍目前市面上最受关注的五台国产主力机型啊，它们分别来自于华为的 P9、小米5的尊享版、魅族的 Pro6、乐视的乐 Max 2以及联想旗下的 ZUK Z2 Pro。今年的这些机器呢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。经过了前两年的试探呢，国产主力机型不再死守1999元的价格心理红线啊，转而上冲到2000元甚至3000元的档位。那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啊。虽然只是提升了几百元，如果消费者真能够普遍接受这样一个价格区间的话呢，那么国产手机就能够摆脱以往只靠性价比的桎梏，获得合理的利润，从而呢，在品质和创新方面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。好，那需要单独说明的是呢， ZUK 旗下的 Z2 Pro 呢，目前还只有工程机，所以呢，在后面的测试当中，我们会主要介绍它的外观材质设计方面，而其他方面的测试呢，它并不会每一项都参加。曾几何时呢，手机还是新鲜的事物啊，开箱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。厂商呢也很厚道，在配件方面呢，大大小小会送很多的东西，这些配件呢算是购买手机的一个额外的福利啊，所以我们对于开箱也是津津乐道的。那如今呢，随着极简主义和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使然，包装是越来越朴素啊，配件是越来越稀少。那今年这几台机器有什么不同呢？小米5除了 USB Type-C 数据线、电源适配器和取卡针之外呢，就没有别的了。那其他几个或多或少还有额外的配件。Pro6 附送耳机，但特指 64G 版送耳机。32G 版的包装当中流出了耳机的位置，却用一个贴有 Earphone Not Include 标识的海绵替代。那不送也就算了啊，流出位置还特意提醒我们不送耳机，有点拉仇恨。P9 和 Le Max 2呢比较厚道，都附送手机壳，只是材质有区别。P9 呢是硬质的塑料，乐 Max 2呢则是软质的橡胶，处理比较细腻，内层外层有不同的质感。另外呢， P9 还附送耳机，虽然效果一般，但比没有强啊。由于乐视取消了 3.5 毫米耳机孔，使得要使用传统耳机听歌会比较麻烦啊，所以呢，乐视附送了 USB Type-C 转 3.5 毫米耳机孔的转接线，不过千万别丢了啊。电源适配器方面，四台手机略有不同。乐视、魅族、小米都标配快充头，只是快充的标准不一样，电源适配器输出电流电压有区别。注意，虽然 P9 呢宣传支持快充，但是标配呢只有5伏2安的标准头，快充头呢需要你单独购买。智能手机呢发展到现阶段啊，在外观方面呢都摆脱不了同质化的尴尬，所以呢他们都在极力的创造概念。不过是不是真的好呢，需要我们拿在手上来看。玻璃和金属都是比较有质感的材料，那应用到手机上的情形也特别多啊。算上新加入的 Z2 Pro， 那五台手机当中有三个是金属包边，两个是金属边框加玻璃的背板。其中使用金属的三台也并不相同， Pro6 呢和 Le Max 2是全金属的包边，而 P9 后置镜头区域则是玻璃。既然是金属机身啊，信号屏蔽在所难免，白带呢也是理所当然的手段。那 P9 和 Le Max 2呢比较直接，虽然宣传效果很牛逼，虚拟三天线啊，两条天线溢出带等等，但是呢放置方式都比较简单。那我们拿到的 P9 和 Le Max 2呢都有一定的色差。Pro6 的天线呢走向独具一格，与众不同，辨识度很高。宣传一刀切割会减小天线带的面积，实际呢并不明显，和 P9 Le Max 2呢差不多。灰色、银色版本呢色差控制较好，一体性也比较好。那我们手中的金色版本效果一般。Le Max 2和小米5啊并没有使用正面的 2.5D 玻璃，那边框呢过度比较生硬，拇指在屏幕边缘滑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割裂感。小米5的边框靠近背板处呢有一定的弧度，比较贴合手掌。Le Max 2呢没有过度，偏硬朗的风格，但是手感呢也差一些。Pro6 的过度最自然啊， P9 和 Z2 Pro 的手感其次。
魅族 Pro 6的设计啊，有些 iPhone 6S 的影子，拿在手里呢，偶尔还会和 6S 和 Pro 6弄混啊，其实它们长得确实挺像。五台手机呢，不约而同的将卡槽设置在左侧，按键设置在右侧。那这样呢，在单手握持的时候比较方便。不约而同的呢，还有 Type-C。那看来呢，国产品牌比三星更加积极啊。USB Type-C 呢，虽然无法和前代兼容，但正反盲插确实方便，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P9 Pro 6和 Z2 Pro 的机身底部呢是耳机孔， LeMax 2呢使用的是 Type-C 代替耳机孔，那位置呢也是在机身底部。这样看呢，只有小米5将耳机放置在了机身顶部。那这么细小的区别有什么影响吗？其实还是有一点啊。那如果耳机孔放在机身的底部，手机放在裤带当中听音乐，那放入和取出都很自然。如果耳机孔呢在机身顶部，那么放入和取出都需要变换握姿，有一点别扭。另外呢，乐 MAX 2和小米5都有红外发射器，可以充当遥控器。显然呢，乐视和小米都有占领客厅的布局。那目前呢，他们的电视产品线也存在激烈竞争。我们之前也做过对比测试。那如果习惯用手机充当遥控器呢，这个功能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便利，点个赞。Pro 6和 LeMax 2的光线距离传感器和前置镜头是对称的设计，好像萌萌的大白啊，看起来更加和谐，美观度更高。小米5呢也是分别放置在两边啊，只是 sensor 隐藏的比较深，不容易察觉，也是一体性比较高的设计。P9 和 Z Pro 呢都摆放在一侧，不同的是呢， Z Pro 听筒整合了 sensor， 只有前置镜头单独放置。有一个小细节啊，五台手机当中只有 P9 和小米5将 logo 放在了正面，另外几个则没有。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正面 logo 呢？ Pro 6、Z2 Pro 和小米5呢都是按压式指纹识别，也是 Pro 6和 Z2 Pro 正面唯一的实体按键。Z2 Pro 呢也集成了类似魅族轻触返回、重按主页等功能。小米5的 Home 按键呢左右分别是多任务和返回。另外呢，小米5 Home 按键也集成了轻触和重按的功能。乐 MAX 2的按键布局比较传统，而 P9 呢则是遵循原生安卓规范，将虚拟按键整合在屏幕当中，需要时呢上滑呼出。现阶段硬件很难做到真正的无边框啊，厂商呢也为了边框花了不少的心思。那如果是深色面板还好说，但很多消费者更喜欢浅色面板，这样会和黑边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看起来很突兀。所以呢，大多数厂商都会选择深色壁纸来淡化这一影响。不过一旦换成了浅色壁纸，场面呢就会变得很尴尬啊。Pro 6和 Z2 Pro 的白色面板呢，选择了极窄的边框和极窄的黑边设计。那这么做显然是有自信的。亮屏之后确实依然美如画。那 BM 区小到令人惊讶，没有对比感受并不明显啊。如果五台机器凑到一起，差距还是挺大的。现阶段的整个行业的屏幕素质啊，都已经来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，你想要找到一款比较差的屏幕都不那么容易啊，这也是整个行业进步所带来的结果。那我们先来看亮度方面，暗光场景当中显示白色的时候，三台使用 LCD 手机的屏幕明显比 AMOLED 要好一些啊。 P9 的显示最准确， Pro 6呢已经偏得太远了。那显示黑色的时候呢，也间接考验漏光。 Pro 6呢不用多说， AMOLED 的历来优势，黑色显示表现优异。那小米5的黑场呢要效果略逊一筹，而 P9 和 LeMax 呢则更差一些。那四台手机的可视角度呢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啊，角度变换的时候呢偏色比较小，死亡对角呢也没有出现泛白，侧面证明了现阶段屏幕素质确实都相当的优秀。户外阳光下的屏幕可视性呢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。那经过测试呢， P9 和小米5的阳光下可视性不错，使用 AMOLED 的 Pro 6呢亮度也没有问题。另外呢，四台手机当中只有 LeMax 2呢使用的是 2K 分辨率的屏幕。以往呢我们对于 2K 分辨率的印象还停留在亮度低的阶段啊，经过这次的测试对比呢， LeMax 2在阳光下同样显示的清晰锐利，完全满足实际需求。
安卓系统的色彩调节和色温调节功能啊，并不新鲜。那很多早期智能手机都有支持。在这一环节呢 ，Pro 6和小米5支持的比较全面 ，P9 和 Max 2呢则各有缺失。华为 P9 呢缺少了色彩模式，而 Max 呢缺少了色温调节的选项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我们对于夜晚使用手机的情况逐渐关注起来，连 iOS 呢都有 Night Shift 夜间模式了。值得一提的是呢 ，Pro 6的亮度最低可以调至3尼特，那这也是 AMOLED 的特点啊，精准控制单个像素。LCD 呢，想要做到这样的效果比较困难。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？我们打开微信，选择通讯录，点开订阅号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，输入科技美学，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？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。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，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。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，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向我提问，每天呢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。五台手机的指纹 sensor 呢，有前有后啊。至于谁好谁坏，我们不做判断。毕竟呢，有人喜欢拇指操作，有人喜欢食指解锁。那指纹开孔呢，对于外观完整性更不用说了啊。前置指纹识别使得后置面板呢完整性更高，而反之呢，前面板的完整性更高了。真要指望前后都和谐，那就只好期待 LG 屏幕集成指纹 sensor 的黑科技了。值得注意的是呢 ,LeMax 2呢是全球首款支持超声波指纹识别的机型，这也是骁龙820的新特性之一。另外 ,P9 和 LeMax 2呢是主动识别，手指放到指纹区即可解锁，省去了唤醒手机的步骤。那究竟表现如何呢？我们来看测试。很明显啊 ,Pro 6的顺序呢是先锁屏后进入系统。这个固然有被动识别的原因，同为被动识别的小米5呢进入锁屏的时间却要很短啊，几乎感觉不到。P9 的响应也非常快啊，从触摸到解锁一气呵成。理论上速度最快的 LeMax 2呢表现不佳，功能键延迟一秒亮起之后还要再延迟一秒才能解锁啊，所以希望乐视能够抓紧优化。好，别看呢指纹识别技术被大面积应用不过才3年左右，这个还要算上被 AlsenTech 垄断的1年，但是它的进步速度可一点都不比 SoC 慢。几台机器呢识别不同角度的成功率都很高啊，速度呢也大多是0.几秒的差距，无非是谁的动画快一点，谁的动画慢一点。外放效果呢大家通常很少注意啊，其实铃声足够大啊，能让你避免错过重要的事情。那四台手机都是底部扬声器设计，还都是单扬声器啊。LeMax 2呢和小米5左侧开孔其实是麦克风，那当然也是为了对称美观一些。那具体表现如何，请看测试。P9 和 LeMax 2呢表现优异，那音量更大，而 Pro 6和小米5呢十分明显的音量偏小啊，但是小米5的效果更好，听起来呢更柔和更耐听。 LeMax 2呢有点刺耳，并且呢有轻微的破音。
在手机的听筒音量方面呢，同样是我们需要考察的点啊。毕竟并不是只有老人才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听筒音量，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听清对方在说什么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，希望大家戴上耳机来听，效果会比较真实。您好，匪警请拨110，火警请拨119，急救中心请拨120，交通故障请拨122。您好，匪警请拨110，火警请拨119，急救中心请拨120，交通故障请拨122。您好。北警请拨110，火警请拨119，急救中心请拨120，交通故障请拨122。您好，北警请拨110，火警请拨119，急救中心请拨120，交通故障请拨122。Hello, please dial 110 for police, 119 for fire, 120 for ambulance and 122.不管是土特产还是外来货，不管是千元机还是旗舰机型，我们都有理由要求他们在通话这个环节呢做到最好啊。毕竟他们首先是一台通信设备。我们模拟室内嘈杂环境来测试通话效果。大家好，我是纳言。我们现在呢正在测试的是华为 P9 在嘈杂音量下通话的情况。我们现在呢背景的音乐非常的大，我们模拟的是在舞厅环境下的一个情况。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听背景噪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听到的是华为 P9 在嘈杂音量下通话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下面的测试结束。大家好，我是纳言。我们现在正在测试国产主力机型，你目前听到的是小米5尊享版在嘈杂音量下通话的一个情况。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呢非常的嘈杂，音乐的声音很大，模拟的是一个舞厅的环境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呢一起来听一听背景的噪音的情况。好了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小米5尊享版在嘈杂音量下通话的一个情况。下面呢我们的测试结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纳言。我们现在呢正在测试的是国产主力2000元以上机型的通话的情况。你现在听到的是魅族 Pro 6在嘈杂音量下通话的情况。我们现在呢环境的音量非常的大，我们模拟的是一个舞厅的情况。好，我们下面呢一起来听一听背景的噪音。好了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魅族 Pro 6的在嘈杂音量下通话的一个情况。我们目前的环境音量应该是非常大啊，已经超过100分贝。好了，我们下面的测试结束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岩。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的是国产2000元以上主力机型的通话的情况。你现在听到的是乐视的乐 Max 第二代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听一下环境的噪音。目前的噪音非常的大，我们模拟的是一个舞厅的环境。好的，你刚才听到的是乐视的乐 Max 2在嘈杂音量下通话的一个情况。我们现在的环境噪音非常的大，已经超过了100分贝。好了，我们这部分的测试结束。
可以听出呢 ,P9 纯净度比较出色，但是音量略小。小米5呢介于 P9 和 Le Max 2之间， Pro6 的噪音过滤比较充分，即使是环境恶劣也能保证纯净度，音量也不小，基本上满足听得清的要求。 Le Max 2的音量虽大啊，噪音也相对大。总的来说呢，四台手机在降噪都处于中上水平，日常生活使用呢绰绰有余。后置镜头方面呢， P9 和小米5都没有突出， Pro6 呢和 Z Pro 74啊略有凸起，还可以接受，而乐视呢凸起的就比较大了。除了 Pro6 是10颗 LED 灯组成了环形闪光灯之外呢，其他的都是双色温闪光灯。 P9 和小米5的相机逻辑比较类似啊，左键是相册，右键是录像，左滑呢是不同模式， P9 呢右滑是设置，小米呢则是滤镜。即使乐视处处贬低苹果啊，但是相机风格还是明显的苹果风，左右滑动切换模式用起来呢还算方便。 Pro6 的相机界面操作不太便捷，所有的功能呢都集成到了左键当中，连录像都要两次操作才可以呼出，虽然这样设计很简洁啊。四台手机的镜头广角端略有差异，通过取景框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拍照取景时候的差别。另外，四台手机切换录像的时候呢，取景框都有比较明显的裁切。其实不只是手机了，相机也有类似的情况。要说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切换之后你需要重新构图。在对焦方面，同样搭载激光对焦的魅族 Pro6 和华为 P9 优势明显，无论是近景或远景基本做到指哪儿打哪儿。激光对焦和相位对焦切换的干净利落，几乎感觉不到差距。 Le Max 2呢和小米5其次，总是迟钝一下后对焦，好在呢成功率还比较高，应对大多数的场景呢游刃有余。在测试对焦的时候，我们还意外发现四台手机取景框的帧率也不同啊。总的来说呢，魅族 Pro6 和华为 P9 都比较流畅，而 Le Max 2和小米5要差一些啊，出现了明显的延迟，拖影比较严重。好了，影像系统的功能对比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啊。由于四台机器的样张和录像部分呢，需要较长时间的采集，所以呢，我们将会在下期为你带来他们在影像系统方面更加详细的表现。好了，时间关系呢，我们本期测试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在下期当中呢，我们会继续为你带来这四台手机在影像系统方面、在性能方面、在功耗发热方面、在待机方面的详细的表现啊，欢迎你来关注。如果你对于这些测试机型还有哪些关心的、想知道的，欢迎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为你一一解答。没准你想测试的就会出现在下期的节目当中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科技美学测评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非常感谢你的全程关注。想看到更多客观真实的数码产品测评呢，你只要搜索科技美学就可以了，也非常欢迎你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、官方微博，特别是我们的公众微信，每一天的晚上我都会在这里和你共同的交流。好了，这里是科技美学，我是南岩，我们下周再见。对了啊，除了国产的主力机型之外呢，科技美学近期还会为你带来2016年度四大旗舰对比测评的内容啊，它们分别是三星的 S7 Edge、LG 的 G5、HTC 10和苹果的 iPhone。别忘了关注科技美学的测评视频。行不行？有没有需要补的内容？或者补的角度或者什么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南岩。科技美学呢正在进行大家测活动啊。顾名思义，大家测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测评活动当中来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申请到最热门、最受关注的数码产品啊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是免费的。在你得到了测试机会，并且完成了深度测评之后呢，不用归还。所以还等什么呢？现在就来科技美学的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免费申请吧。
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啊，我们已经送出了超过25台手机、20台路由器、鼠标、键盘，还有蓝牙音箱等等啊，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人民币。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，我们还有更多吸引人的数码产品在等待着你免费测试。好了，现在就来科技美学大家测吧。可以站那去，然后测一下画面，前置，对，对对，很站那边。今天啥日子？你看一看背景是一些景色的时候，大家它的差别是怎么样的？好，差不多，我们测试先到这里。好，行。那你怎么拿着书？啊，我来问一问。好尴尬。那个。同学你好，怎么了？能麻烦你，我能，你能看一下这几个机器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看一点？第一眼瞅吧。第一眼瞅，我看这个好看。这个是吧？对。背面呢？你觉得哪个好看？背面的话，这个是吧？就是正面是这台觉得可以。对。哦，背面是这个。这是女性审美观。背面这个是吧？好，这位同学你觉得？黑的那个。背面是这个是可以是吧？就是整体。整体都是它可以，都是它这可以是吧？对。哎，对哦，这是 S 六，我知道那一款是 S 六吗？这样，你们能给咱们大概估一个价格吗？你自己觉得，随便说都可以。这个好像4000多，4000多。啊，那除了这个呢？我来看一下。这几个呢？这个1000多块钱，这个也是1700-800吧，比这个稍微贵一点。然后这个魅族，我觉得应该2000左右，没超过2000。这个。3000到4000之间，他全哭了都。啊？对吗？没事。全错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个。因为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买手机，经常就是看那个报价。哦。好。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没有，我们买了几个手机想测试。您觉得这几个机器就这么第一眼看，您觉得哪个比较好看一点？背面的吗？这个是吗？我喜欢苹果那个长相，所以它长得比较像苹果。这个觉得这个比较好看点。嗯。那正面呢？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看？就是第一眼看。您觉得？随便说，这个无所谓。是这个。这个比较好看一点是吗？好，大家这个。应该是颜色是吗？这个要是如果换成白色。我就不喜欢曲面的，会有人喜欢曲面吗？啊，不喜欢曲面是吧？你们是做什么的？就是那个。调研，我知道有那种对，差不多调研吧，是这样的。买了一些新的机器，来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？颜色上呢，你觉得金色这种还有这种粉色的，觉得还是金色和粉色的比较好看一点，都可以是吧？我觉得好像就是磨上面摸着比较有质感一点。嗯，玻璃这种觉得是不是很喜欢？嗯，对，这个追色的。好，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没事，非常感谢。你卖手机吗？我不卖，谢谢你。啊，好尴尬。没有被认为是坏人。没送了一件什么礼物什么的。你走了？怎么了？我还行吧。一大堆人，我没法管要电话啊。我们刚才连着问了1、2、3、4，开录着呢，刚才在录了，对啊，我刚才随机采访了3个女生，1个男生是吧？俩，
最后后面两个那个是两个女生，她真的都是认为魅族这个比较好看，这个让我有点惊讶。那这个是为什么我还不太清楚。我们随机，这个真的是随机采访。但是最近广场，不是最近，现在广场上女生都没了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问什么。还好有好多人，当听到我们说想随机采访一下，就全没了。我估计要是一个女生主持人到街上来采访的话，应该效果会好一点。对啊，我们这个大老爷们突然跑上去，感觉给吓一跳。关键是你还不光拿四个人，你还加。啊，完了！刚才那女生问是不是买手机，不是，是不是卖手机？哎，好吧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